挥衣灭亡杀戮刀，王术精修太如何？金舍乌丝无含分，蜀心夜迷王多罗。 碧霞连进，好！孙杨滚地，好！微步行走，孙杨左右，阴阳并流。 天地一气，好！弹极高伤害，一人造神场金光男神纯阳史艳文，几率加成直接调高258%。握在手中的温度是这样的真实，眼前之人并非梦中幻影，期盼已久的愿望实现，却难以压制心中渐生的不安。你。 你真正是我的父亲吗？我是，我是你的父亲。啊！母亲，你。 你是什么时阵知影的？哇！当你穿入西剑流营救苏彦文之时，我看到你手臂上火焰的记号，当时便已经有所怀疑。火焰的记号，那是我在你身上留下，代表你身份的印记。 那你为什么不爱认我？你明明早就知影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不爱来找我？为什么不爱跟我相认？我难道你也不爱我吗？ 不是，我怎可能袂你？那你为什么不爱对我讲？你加班成白虎的时阵，你明明就有真侪机会会当对我讲清楚，但是你并无这样做。咱明明是这么接近啊！ 可以，我真正无想要放手。你会比西金牛所擒，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是因为从家人的女儿对你是一种的不幸。哈！从家人是万恶的罪魁，一生为恶无数。强敌无数，你是这么纯真，我唔敢去想。如果你知影你的父母是甚么款人，你所以你就忍心让我继续做一名孤儿。你也看到了，当中原人知影你是我的女儿之后，因是怎样的态度？ 已经是一个失职的父亲，怎能让你因我受人指责？怎能让你背负我的罪孽呢？这就是你隐瞒我身世的原因吗？若不是后来发生遐事情，你是不是一世人都袂跟我相认？就算我永远只能秘在暗处偷看你。 甚至无法陪伴在你的身边，只要你能过得幸福快乐，我就无憾了。一声的爹亲，扛袂了数十年的亲情，在这一刻，填满了两人的心。母心，原谅父亲过去无照顾你，原谅父亲放你孤单一人。 是女儿无用，才让父亲为我设想。是女儿连累了父亲啊！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父亲拢会用生命来保护你。爹、啊！